有点疼。你说你把那个山弄了，哎，有点。谁家？舅舅，几个人？两个人。哎，你给我修到我发炎的。啊？哎，你给我修到我发炎的。什么时候？哎，有三天。不到湖南干的。我说我第二天到湖南干的，我去。哎，你给我采点我做啥的？记不到。嗯。一分人记不到，一直做了，那现在。那我看一下。哎，还是好的。你说这证儿，我自己有高了几回，再出来你自己看你就行。那我一去就行。你修啥？你心里这玩意有用吗？医生不修的。耗着，快走，耗着，耗着心，对，耗着心。这也有段时间了，是有段时间了，当时就发炎了，我妈，我自己，你晓得我是见到的呢。啊，我想起来了。你先在这里修的，你先在这里修，你的不就是在这里啊？你记得。人家说这门口过，但是。